今天要讲的题目《若论修道事，莫乱我真心》。给咱这徒弟，还是共修的弟子，咱来讲“莫乱我真心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知道？若论修道事，修道的代志，论修道的代志，是一个真正式的代志，不是伫遮个讲开讲破道的代志，是一个足正经的代志。这种的代志，论修道的代志，是论到咱的性甲命，论到咱人的修学，甲伊的根基。甲伊个过程，为虾米讲若论修道事，莫乱我真心？初期咧，咱即摆讲修行到底是咧修啥？一个问号。修行到底咧修啥？修宝贝个啦。无啦，修心啦，修心修口啦。叫等等。修行初期的拢是修宝贝的，我讲你有赞同无？有。啊，无恁入门烧三丛香，圣庙啊，阮囝都袂乖啦，啊，阮翁都爱去外口爬墙啦，吼，啊，都阮心不不好啦，吼，啊，不都安怎啦？头一个在求的拢求啥？求福。过来就是撇灾撇难，过来就恁囝爱该教乖。进入了道门，第一个不求的人很少。恁有求过无？有。无多一个无求啦。无求的人是正叫真修实练的人，唔免求。真修实练的人，才着爱去求天地宝贝吗？宝贝你家己，用你家己的真心对待你家己，用你家己的道德良知来保佑你家己，唔是求天求地求神明。那求天求地求神明，拢还没有进入到道的皮毛，有同感无？我捌拄到迄吼笑蜡仔香咧，咱内底用笑蜡个，笑蜡仔香入啊，直直烧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笑蜡仔香断一块啊，也袂起擦。讲因新妇啦，讲因囝婿啦，讲因查某囝啦，讲因孙仔啦，讲笑蜡仔香讲到断一块啊，我心肝底想讲，今即摆你是要讲到怎含香拢无啊？你才要起擦的款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感觉讲来就是要求，来就是要求，叫做凡夫俗子。凡夫俗子未求家己，未求家己，毋是讲未求保庇我家己呢？嘛是爱保庇我健康啊，吼，爱保庇我身体勇健，保庇我做生意赚钱啊，保庇我创啥，保庇我创啥，迄种啊叫做啥？凡夫。凡夫他知影要求神保庇，唔知影讲要求什么，用什么来做，唔免求，自然就好。用啥来做？用真心来做，唔免求就好。我讲这有道理吗？有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会偏的这样？香六几杯，要创啥就是一定要六几杯。不是香烧济盏就有感应，是你的道德甲顶端有相应无？你的道德良知甲你的德性跟上天有没有相应？若相应一盏就会使啦。但是咱诸位必须讲，啥爱拜三盏，我讲拜天地人三宅，道经书三宝一定爱三盏香，一盏拜天，一盏拜地。一张
人就是老师，拜人就是拜你教你捌字的老师，教你会晓做人的迄个老师。迄丛香、人香，就是咧拜师，叫做道德、道香、德香、清净香。道香、德香、清净香，这叫做三丛。但是，我开始家己嘛，我毋捌求我家己过，我嘛无咧求我的子孙过。为什么？我烧的是三丛香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以外，就是祈求世界无战乱、和平，世界和平。我从来毋捌求过我家己的子孙。为什么？我感觉讲，我若做着反对，因应该袂偏甲对，嘛袂歹甲对。这就是你做好伊的榜样。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三张牛拿起来问的就是在问这些事情，问这些事情不是不行，因为我们是初入道，我们没了解道那个美元怎么去开店，德行要怎么做才叫做有德行，我们要怎么做才叫做修心，要怎么修才叫做养性。所以说，若论修道士修道的代志，后壁真系写莫乱莫真心，真心是你爱提出来，并唔是神，伊爱叫你爱安怎？神他是不言不语，天龙地呀、啊！你捌听过天公讲话吗？唔捌嘛，你捌听过雷公嘛吼？雷公客一个遐，咱就讲，要是我满厝里都系叫雷公公。你若无做亏心事，除了你辛苦炸着会应得的物件，无雷公会随便讲讲。雷公电表袂随便讲讲啦。所以咱即下要讲的讲，莫乱我真心的意思，就是啥？咱的心。有真正有正知正见无？若有正知正见，人伫边啊，甲你灌输偏的思想，你安怎都袂受影响。这才叫做莫乱我真心。今日你行到倒，人拢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安怎，你一定爱安怎。但是有人听足济，钱嘛开足济，到尾啊咧，嘛是同款，一样啊。原地踏步的很多，母牛也讲每礼拜六要共修，共修是要创啥？伊是要甲灵仔囝导正你的思想观，无爱讲人啊，甲你讲灵感显化，你就跳，吼、哦，人啊叫你安怎，你就跳，那这样是不对的。心若无在啦，你行到倒位，人甲你灌输的思想是对啊，唔对，你家己袂晓分辨。你家己袂晓去了解，察觉着讲你行了是对路啊，唔对路。那么你所有的冤枉路，都是你自己的脑袋所造成，有力无？无判断力嘛？你无判断力，人家你讲的这对啊唔对，你没有判断能力。啊，你无判断能力，你走的误差的路，一灯差高少，啊，一灯差高少，你若慢十外年啊！搁再讲耽误成十年啊，啊就老啊！你想要回头很难呢、欸。所以母娘为什么一直说要开课？要开课要做什么？就是要把你们的道根基础还稳定，道根基础若稳定，你去到倒位啊，拢免惊互洗嘛。为什么？还是那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要就有疼啊！那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你不被人家影响，不被人家灌输不好的观念，你不听别人所有的主事，你自己有主宰，那叫做什么？四个字。莫乱真心。莫乱我真心我意。莫乱真心，没有我字，莫乱真心。错。
就是像过大风安尼，老神在在，是。你讲外口阿遐大支旗啊，安怎入来甲我跳就对啦？我就是同款老神在在，爱跳你做你跳，爱表演你做你表演。我若看了好，甲你拍拍手，安尼尔。我会去甲心经无？袂？为虾米？因为母娘已经甲我讲甲，我比虾米搁较清楚啊。若要演的，大家拢来演。但是演这出歌戏吼，到尾拢是干神大神死啊！歌戏若要上好看，就是干神斩了了，大家拢拍火，吼，迄干神死啊，干神死啊！咱要看这出戏就是安尼尔，但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不是在演戏啊！人生来世间出戏，你要当作演戏吗？不是演戏啊！哎，足慎重，足慎重的。人是足尊贵、足尊贵、足尊贵的人，人类是非常尊贵。他可以当释迦牟尼佛，他可以当观世音菩萨，他可以当天上圣母，他可以当什么样的神佛，都是人。现在我讲什么？所有的灵兽会走落来世间出世，就咱今嘛讲善恶，善恶你知吗？哼，你唔着讲我听啊，倒一个神龙，徛一个，徛一只好，迄个叫什么神龙？我只白衣神龙而已，只有只这样知道而已，其他我就不懂。啊 ？OK， 南极神龙又一只好了徛嘛，但是好，伊感觉我是灵兽，唔过我无来世间出世，我无多修行正果啊，我永远拢互你徛尔嘛。所以会偷走落来无？会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又加一粒莲珠，我拢讲妄照妄照迄只，这内底有几个妄照，你敢知？伊嘛是听落来，为啥物？我永远拢做灵兽，人会当神，就是人做修起的。遐个灵兽，伊嘛是会搁落来世间出世，出世要做啥？伊有人的身份，有咱人的三魂七魄，有咱的体。伊要修行正果，伊才有法度把这个灵兽这个壳脱掉，真正成仙入果呢，真正成仙入果呢。所以即马所有灵兽落来足多，有个人看无讲，这个是位对来的，根基是位对来的。为什么他们的灵跟人家不一样？为什么三比莫劫啊？所有这个灵兽伊会走来，这山正地灵会想要修。吼、哦，狐狸，狐狸，咱讲做狐狸精，狐狸精，狐狸即嘛嘛收三千公八百个啊！即嘛伫咱个大陆龙虎山，遐着采即个狐狸的即个啥？狐仙，狐仙的，吼、哦，狐仙的那个姜姜啦，狐仙。哎呀，狐仙是安怎？狐仙就是帮助咱个第三十八代天师。他刚好遇到了问题，啊，遇到了问题，所以伊就帮助三十代天师过关。三十代天师甲伊讲，伊讲你若要由兽来修做神，你要脱胎换骨，那就让他脱胎换骨。脱胎换骨了以后，搁修三千年，伊就真正有神迹。啊，有神格，龙虎山，龙虎山到伊的身份呢，到伊的神格呢，到有迄、那个有迄个殿，狐仙庙，伊嘛经过三千年哦、喔，修三千年才有狐仙庙。那我们的人就是来拍一张车票尔，来搁倒转个。来回车票，但是怕来回车票嘛？那什么时候要交卷，什么时候要回家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，要来跟咱讨论？莫乱我真心，就是咧讲，我正式要修行，我正式要修，
我无爱人到我耳腔边甲我讲，讲迄个完全无根据的，伫道学内底无根据的，伫道宗内底无根据的，拢甲你灌一挂迄种灵感偏坏思想观。那种就是不要让人家扰乱你的真心，你要真心只有一条路，人做归宗，人庙归元。但是人做归宗，人庙归元，人什么做？人老祖、太上、太上道德天天尊的道德经，你若研究到有头，今仔日你就差不多半仙啊。人做归宗，就是人做完，就是咧讲三清道祖、道德天尊，伊所甲咱教导。人庙归元，就是无量。就是咱的灵是由老母化给咱的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归到母娘的身边？今天咱在讲，莫乱你真心，就是你真的有真心要走修行的这一条路，你必须心要很定，你的心要足定的，要足有定格。我伫对修，我修的方向是向上天这条行的，我无要行安尼。我也不会怕这样，你如果在旁门走道里面一直在乱，一直在乱，你乱几十年，你还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你还不是一个凡夫俗子。我说的你有同感吗？有啊，不然我可以来看韩剧呢，你拜六时的韩剧很好看的，我可以来翘脚那个什么果子可以拿来呢，我可以在那看韩剧呢，我不用徛在这里，徛你们坐我徛呢，我 不必那么辛苦啊，我干嘛那么辛苦，你们成仙得到好处也不会给我啊，对吧？那我干嘛一定要这么认真？但是母娘讲的话我已经答应了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我就不反悔，所以我说到老啊，你们敢要听到老不会后面都没说修行到底是在修什么？初入道之人都很迷惑，都很迷惑，每个法门都能通往大罗金仙的路径，究竟修什么？问号才能得到成仙？如何去修正？这也是出入道哦，人的面头前的难题啊，哦，遇到一人相授而举盏回生的故事很多，若是下不了，咱人哦，哪无法度下不了，下不了。如果我们的心下不了这句话，咱的心无法度下定决心，下什么？铁齿磨针的功夫。铁齿磨成绣花针的功夫，咱无在下定这个决心。较早武当山，咱的北界先天上帝还未成道的时阵，修十八九年，伫武当山修修的，感觉没有什么收获，都干那直接静坐尔。伊感觉讲，安尼我安尼修落，唔知成仙还未成仙，所以他就下山了，不想修了。那下山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很老很老的阿伯，那个阿伯在那里磨铁锯啊，用磨的磨铁锯啊，磨一支铁锯啊，足大支的，伫遐磨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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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咱今嘛这个金箍王子，诶，北界先天上帝是金箍的王子诶，伊去吼，那咧武当山修十八九年，伊感觉讲好像不会成就，他就下山了。下山来拄到这个阿婆，老阔阔的阿婆。这个阿婆是啥？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知影讲伊要剃刀啊，这个、金箍王子要剃刀啊，所以伊就伫遐用一支铁啊，足大支的伫遐磨，伫遐磨。伊就甲讲：“阿婆，啊你磨这个铁啊，磨要创啥？”伊讲：“我磨来穿衫裤啊。”磨来穿衫裤，迄支起啊大支，你要怎甲磨磨到我都穿衫裤？伊讲我会当甲磨甲做针吗？
伊讲爱无可能啦，哪有迄个铁牙大弟，我都无甲作证。伊讲有啊，你好好啊想看卖啊，铁杵为什么能够磨成绣花针？不管它几年呐、啊，我就是要把它磨成针来挺衫裤。不过天上帝好顶的角色的头壳，伊形容头壳劈着就知啊。原来我无够坚心，人阿婆遐老啊，头毛白色色啊，都要把迄支铁杵磨成绣花针啊。我收十八九年，我就剃刀就落来，结果鼻仔缝就挖倒去。什么人甲点破？观世音菩萨甲点破，那就是让他知道。那我们现在修道的人有没有下了决心？咱有下着这个要磨针的功夫无？成仙只能成为白日梦而已啊！结果修偌久？十九年留下来，他感到好像不是他想的这样。他在晚回去的时候，四十几年才成就。四十几年哦，在武当山四十几年。所以人讲修道是爱有这种想法，嘛爱有这种愿力，啊嘛爱会堪去弘化。啊嘛爱会堪去互考验，啊，咱若袂堪去互磨，袂当袂堪去互考验，即种的刀，都是真刀。我这样讲有道理吗？有。但是，咱即摆讲啊，我着来顾巴肚。再来顾佛祖。闲，我再来顾佛祖。安尼话啦，你收到尾也是安尼尔，为啥物？咱人食老，哪会退化无？退到尾就甲一般人同款啦，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去。随讲随袂去。咱若如果讲无坚心意志，无甲修甲有法度，即个窍有开，即个灵内底有密码呢，甲咱电脑是同款的。你给它接收多少频率在里面啊？你只要无甲宕机，永远有用。无甲当机，啥物意思？你知影？无停止你修行，你无伫甲灌，你无伫甲灌功力，你无伫甲灌气。你若无甲灌气，即、這个机器就生鲜啊！机器机械若半年无甲用会安怎？歹去啊，生鲜。单调的。但是你若逐天甲用，伊会用足久。就是像我们的人一样，咱人。你头壳若无甲停顿，你的灵你无互退开，你食到一百份，你有完同款，能量跟它是绝对平衡的。有灵有感，灵甲感有加在加做伙无？灵感，灵跟感应是加在一起的。啊，灵甲感应是加做伙，你今仔日迄个感还佫有。个灵体位啊，安尼当迄个感的感频而已，安尼你想会成就无？未成就。咱人要成就是两项爱加做伙，灵感，过来就是啥气。即个阳神袂使退，咱的阳神若退，阴气就生，啊阴气若生，咱人就变哪？咱人就变懦弱。头壳就开始退化，病苦就开始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，这口苦要倒吞，你根本没办法抢救。因为咱有诶修行修到一半，艰苦病痛开始啊，啊，无采工我咧食菜啦，无采工我咧拜啦，我都足认真拜诶，啊，闲啊我哪会破病？靠腰嘞，我都会挂电池啊！你袂破病，破病算正常诶，好无？但是破病我都毋捌甲当作破病，我都一工甲当作破病，我毋捌甲当作破病。爱病你就去病，莫插伊就好啊。我是用这种心态咧过日子啊。我礼拜一，台大又搁咧叫啊，
迄郭小姐啊，你还阁来啊？要创啥？阁来减一届？你是即嘛是足欠钱的哟！我甲迄个护士讲，无你即嘛是啊，台大足无生理的呀，是足欠钱的哟。逐礼拜都要叫我去检查电池。伊讲哦，这有危险性的呢。即嘛寒天，迄热胀冷缩，啊，迄你迄吼，你的血筋阁足细条的，唔多啊，血筋啊，怎啊塌哩吼？哎，你怎啊困到温床？我困到温床好啊，困到温床就上好的，这下就困到温床上好的啊。伊讲无啦，你拜日还阁来啊？叫我拜日还阁去。我讲恁台大足欠钱的呀。伊讲唔是啦，为了你的安全呐、啊，对不？人是惊啥？唔是惊生死啦，人是惊讲死甲吼安尼不明不白啦。要对啊，当时人别拢分袂清楚。安尼是修要创啥？修是修这条灵性不变。修这条灵性的不变，修这条灵性的精功，完全才能带你回家啦。不然，啊，倒一个阿公阿妈，若食老面，那戆戆，我输你啦。若戆落了后，伊的灵就退开啊。啊，灵若退开，当破病甲食药的两项尔。到尾也啥物拢无，你甲我讲哭哭哭，西方阿弥陀佛就来带伊啦。要带嘛，就你这条灵性有够精功啦，无嘛带袂去啦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办每个礼拜六的共修？这最主要是咧鼓励恁啦，啊嘛是咧鼓励我啦。因为我若还阁有能力好讲，还有这个精气神好讲，就表示讲过台风还袂死咧啊，死不了啦，你听无？我嘛是咧鼓励我家己啊，所以咱即卖咧讲吼，好啦，咱有法度学到铁齿磨针啦，迄种个功夫啦，升仙，咱毋是白日梦啦，咱要升仙毋是白日梦，是可以达成的，是咱有用功啊无用功，毋是讲啊要做神要做仙，啊你莫含面啦，含面讲起安怎讲？白日梦，啊台语叫含面。啊！你莫含面啊！无，我无咧含面哦，我跟他玩真的哦。我这一辈子我是跟他玩真的，上辈子我是不知道，但是这一辈子我是跟他玩真的。我会修到那一迄个坎站，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绝对袂放弃。所以我即摆要讲，我直接讲啥？怎样的一颗真心，为人的处事。观跟价值观，道教文化以什么与阴阳互补而形成了心学体系，心学的体系，道教是以阴阳合体，所以我常咧讲三分阴，三分阴，七分阳，这个人身体了，伊无啥物机会去食药啊。啊，若五分阴，五分阳，平等，就是药啊，罔食，含烧胃的内裤，要死死袂去，但是伊还阁有淡薄啊，还阁有通啊，扭咧，五分，啊，若是七分阴，三分阳，那这个就是保证，那不是伫老人安养院啦，就是伫遐咧等地点滴安尼，所以我们的阴阳一定要调配好。一定要练到什么？要练到七分阳，三分阴。你的阳神才有够在，你的身体才有够好。啊，若无是无可能。我这样讲有道理吗？有。我讲到会流汗嘞。我这条才吃起，好热哦。道家的修炼体系中。提到了什么？雕敌仙浪沐浴衣名，道家修炼也系统当中提了什么？他提倡的叫做守真守一，守真的守你的真心，守一是啥？唯一的一个地方。守一就是讲，我已经认定。要修这个法门，我就是不离
我的心无两条，我有不二的心，叫做真一守一的意思。要对母娘行，你就对母娘行；要对心，要对道教的师父行。佛道会使双修无？会，丹、禅拢会使学，坐禅嘛会使学，练丹嘛会使学。啊，既然丹禅拢会使学，都佛道一举两修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讲，调治现染，沐浴以明。道家修炼的系统当中，伊提倡着啥？所真所依，这些的理论，他的理论在讲什么？在不同的角度论证心性上的功夫。同一个念守住真心，就是修行的第一关。讲求性命双修，也是心性上的成佛。什么叫做心性上的顺合？顺合。命功如果若失去，吼、哦、命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之前，必须要着重强调炼养的心性，内底炼养心性的意义。你要强调炼功，强调炼功，你才有法度好坚持。你若无练功，袂当坚持。所以我即马定咧讲单功。丹功不是咱静坐，目睭放起起就好啊。丹功伊是对气开始咧转。等下我再教你讲，直接吸气叫做冲脉，咱的脉一定要冲开，叫做冲脉。你脉冲不开，你原地在那里。所以冲脉是要由什么？由这个地方。由咱这个所在气断开甲逆完，那叫做冲脉。但是咱一般人对丹功无讲解了解，基础嘛拍无在，所以咱静坐拢干安怎？拢干坐舒服的尔，坐舒服的啦。舒服是啥？舒服就我坐了安尼静静的哦。蛮享受的啊，无一寡幻想，我坐舒服的尔，迄种个甲练丹功无关系哦。静坐是静坐，是坐好静落，卖幻想，无幻觉，无其他的空间，好去甲你干扰，安尼叫做静坐。丹功它不是这样子，丹功是有基础性的，丹功绝对有基础性。啊，无你讲。恁遮比较侪，我敢甲伊调整。要倒一个七十九个，像我这肉拍唔着，我这肉拍一定酷酷的呢。我这唔是软的呢，我唔麻子呢。我这唔是麻子，我这是顶酷酷的呢。我的规身躯是顶酷酷的呢。我为什么？我平常时是这样子的。平常时我就安尼，我伫遐徛埋安尼，安尼练啥？练肌肉，练肌肉，练美体，练到不会有赘肉，让人家看起来哦，啊，这个阿婆后边看起来都后边看小姐，走来个头前讲阿桑，我咧塞牛车，看到我后边体格讲阿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小姐她袂歹哦，走来头前看下讲阿桑。啊！即个人讲我穿乌的足水，我讲你拢唔知，我穿乌足水吗？我无穿搁较水。我有自恋狂的，我咧洗衣服，我家己足欣赏的。真的呢，七十几岁有这种体格，有这种架势，你嗯，对无？向你学习。我规身躯我咧念念袂起，你要甲我念念袂起，我会来。我无咧软软诶，迄种皮，迄种皮诶，对无？平常时就是这样，睡吧，姿势袂歹啦，姿势一棒，温手太大。但是我着起毛样咧，我着身体用就好咧。对啦，啊，你啊抬我安怎？对啦。我若平常时，我若囡仔，怎啊含你耍？
不过我若办代志的时阵，面相就改歹看。先来讲，你若要讲我拄啊第二轮吼，嘿，我真正火到差不多会倒啊。啊，要一直甲我讲你过去安怎，你过去安怎，讲故事我听，我一心火嘛是会倒起来。但是我面相无改好，我嘛袂甲讲安怎。哦，这就是咧讲人嬉笑打闹都是一种什么练功，哈哈哈哈，嘛是练功。丹田啊，无我今晚要用这支麦克。哦。是为这，为这个丹田所发出来的声。等下我教你安怎冲脉，把这从这里的气往上冲，督脉也要打通了。你要练丹功，就有希望。也若无，拢希望。今日我这边甲带过就好，等下我教恁画符，要甲恁考试。恁这个老的，即马少年的才顶一半，拢拄好当啊入来尔。我要甲恁教你讲，怎么保护你自己。咱想要去共念一下爽啦、探一下病啦，还是讲咱要去倒位啊？感觉迄个所在不是很干净的，你可以保护你自己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敢若一直教恁讲道理，迄是基本的。教恁安怎想嘛是基本的。但是要甲恁教法，甲恁教法，包括讲咱有诶开讲诶人，伊那刻刻诶，都摕来当啊，迄是顶悬无声音诶哈。为虾米讲爱开印，都爱有开印法？你无开印，顶悬我问你啦，你若去银行寄钱啦，啊你第迄条囡仔若判刑，摕别条囡仔要甲领钱，要你领无？无，无要你领。密码若设定落，你密码若是用到，伊嘛无要互你领，同款的意思。符印那是一致的，有符就爱有印。啊，咱人吼，拢无感觉讲，哎，重要点伫倒位？重要点是伫遮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零星啪啪咯，但是无学真功夫。无学到真正的诀窍，无学到真正要做代志的工课，敢若要跑连山，学开钱烧莲花、下银果，一世界去，啊要做盘，大盘、细盘拢来开。我甲你讲啊，啊开咧，你敢有较进步？嘛无较进步，安那？无啦。啊无你甲比这啥物姿势？即个要讲就是讲吼。纯真之感呐、啊，人爱有这个一念变纯真，一念变纯真，是只要清除心中的杂念。先来讲命功失去啊，存在根基就无去啊。咱必须爱去了解，要去着重强调练养心性的意义是什么。练养心性的意义是啥？练养心性的意义是啥？一念纯真是指来讲，爱清除咱心肝底内底杂念，杂念一定要清除，杂念没有清除，你的幻想空间太多了。所以也甲你讲，咱讲清除心中的杂念。唯有纯真即刚格，纯真之感格，上圣高真，才能使法验神明。再当这个叫行识啦，行识，安尼再当去了解讲，这个、神明是有灵验嘛，无灵验？当心皈依，万物皆是希望。
心若归因，所有的万物拢总是希望，希望，毋是真诶。包括咱家己肉体都毋是真诶。有一天小小无一碗端端，无一盒。所以有啥物，无啥物。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从心性入手，去改变自己的行观修行事。家己的行为观念的修行的代志，你爱藏伫诶遮。行观就是讲你的行为，跟你的道德观，跟你行事的观念是不是合一？是不是合一？哦，这足重要的。对心性入手，去改变家己的行观修行事。万千杂念归结为一，有偌济杂念，拢甲归做一。你拢甲归做一，为心性入手去甲改变，为心性入手去甲改善，去改变。然后呢，咱讲世间无善甲恶的分别，吼，是被尘世所沾染。咱即卖囡仔。嘛是去予珍惜渐渐去啊，啊无咱较早个囡仔就戒破心，对无？阿爸，我要出来一下，几点要倒来？我十点要倒来，十点九点五十分就爱看囡仔，啊无人扫街，你嘛徛伫遐等。较早阮老母扫街，伊嘛拢用拍三机，白做伙讲落拢三零。遐阿爸、阿母，我等下要来阮同学遐。几点要回来？你若甲讲十点，你上好是九点五十五分就好回来。啊，若无吼，迄青的士就伫遐等你啊。迄就叫做啥物啥？竹笋炒肉丝。炒肉丝，你着食食到饱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咱讲，咱对爸母嘛爱有尊重。爸母会甲你讲好，你要出去会使啊。啊，问题是你几点要回来？你就是几点回来。那即卖囡仔毋是哦，即卖囡仔含人出去，老爸老母若袂放心，毋敢去睏，就踮啊咧等门，等到迄个囡仔倒来，伊才去睏。迄、那个囡仔若无倒来，等规暝嘛咧等。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行为在折磨我们父母亲呢。你有感觉咱个囡仔若是无照规矩行，你也毋是睏会去呗？那倒一个囡仔出去，暗时还袂回来，你也敢讲你睏会去？我都唔相信。我即马睏会去。因为我知影伊去倒。来，所以咱即马讲万千杂念归结为一嘛，万万千千的杂念爱甲归作一，甲归一。万物皆是希望迄嘛，拢免插伊。对心性入手去改变咱家己就好，改变咱家己的行为观，修就是啥？有万千的杂念，你嘛爱甲归做因。吼，人懂得不断的去善性，即句善性，这个最重要的。先啊，先后边搁一个密字旁，这叫做道祖甲恁启示啊，道祖甲恁启示讲。人要懂得不断的去善性，道祖启示咱爱复归于因慈，因为囡仔行为出自于本真。孩子有没有很可爱？本真嘛，他的本真他很可爱，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，伊想啊，巴肚枵要食饭安尼尔。好，阿姨过来无聊要佚佗，他的本真是非常非常的淳朴，所以讲吼，爱复归于婴儿，因为囡仔行为出自于本真，世间无迄个善甲恶的分别，是被我们的尘世所沾染，去予咱的尘俗所沾染去啊，所以咱的囡仔即卖会变歹，会讲白贼，报喜不报忧。所以囡仔甲恁讲白贼，报喜不报忧，是为了什么？是时代的变迁，时代的变化。啊，时代的变迁，时代的变化，我们的孩子不像以前的小孩子那么的单纯。
无遐单纯啊。即马要甲你安怎？先拼先。拼死交济片。嘿，即马咧甲囡仔拢咧先拼先，伊咧甲你走相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拍网路咱袂拍赢伊啊。啊，交朋友咱也交，也袂交比伊较快。因为即马是网路的世界，我们要教小孩子真的很难。吼，啊，你即马世间无咧。既然世间无迄个善甲恶，是因为珍惜，甲咱沾染了后，咱会生出着千百万种的烦恼，是因为囡仔无要听咱讲。但是咱即马要会当互即个珍惜，吼，莫来沾染咱的囡仔。咱做父母的，我呾爱念教。囡仔无天生就乖啦，但是你若唔念教，你饲遐囝话顶个灵啦。阿摆做社会歹囡仔，做社会毒虫，无意义啊！所以还是要教。那即卖咧讲就讲，千百万种烦恼都由我们的尘世所沾染，所以咱才有惹来遮尔济、遮尔济烦恼。那咱即卖要安怎来将这个尘俗沾染甲淡掉？千百种烦恼甲淡掉。唯有就是叫你讲练养心性，练养你的心性，你就有法度去控制你的情绪。你的囡仔若歹的时阵，你情绪若起来安怎？会抓狂的，抓狂的，爸仔囝会相拍，拍到尾啊吼，反正因囝怎啊，会起毛之歹，来放火烧厝。我来讲，现在的孩子是迄个手段，完全无把你当作你是老爸。无甲你当作是长辈，嘛无甲你当作讲这个厝阿爸伊要住，只要伊掠狂啦，家属甲你开了，砰一下就去啊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，没有练养心性啦，无练养心性，无服这个心性，就是讲众生要怎出离欲海，顶顶塌塌心魔，嘛袂因为。咱望般的恶言所牵引，这心魔拢为倒来，为俗事来的啦，为尘缘来的啦，为即马所发生的代志来的啦。因为咱即马所有尘缘俗事，会影响到咱的囡仔无？会。会影响到咱的孙无？会。会。啊，咱做阿嬷的烦恼无？做阿公的嘛烦恼啊？啊、所以说做这时事啊，这些俗世尘缘，它就会之干扰，层层的心魔，它也会随着吼、哦、万般的恶缘所牵引，万般的恶缘所牵引。所以咱讲所谓的善性，就是使人吼、哦、剥除掉对利益的贪求，就是咧讲回观本心。回照本我，利益万物而不争，这叫做大善境界，就不会被心魔干扰。你若有一个大善的境界，你就不会受心魔干扰。啊，咱若如果讲今仔修行，无多修到遐，那咱就是行一半，一半爱阁补修，因为咱行一半，咱就老啊。咱的脑会退化，啊，脑退化，咱行一半，无法度修到有果，无法度修到功，那你得补修厝过修。是安怎讲？咱无去杀人放火，咱无去做歹代志，这条唔免走去风都，唔免去地下室喝咖啡，啊，唔免去地下室喝咖啡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咱的希望是希望伫底，希望还佫有一个补修厝。他进去了，哎，阎罗甲你听看看咧。虽然无足大的功果，上无你的善根具足，你无杀人，无放火，你无贪嗔痴，你无不孝父母，这条伊就袂甲你留到风度啦。伊直接会予你去补修处，补修你的功课。那我们是要直达南天门过关，还是要去补修处继续补修？你哦，大家吼、哦，要去南天门的，直冲南天门的，请举手。
我无指数的。你比我较明呢。我很认真啦。你比我较驾驶较好呢。你修比我较好呢。比较好，是阮有决心的。我唔敢讲，我要直冲南天门呢。我感觉讲，我爱来保修厝，保修呢。所以我甲你敬礼。我钦佩你，我爱你，我敬重你，再敬个你。哦，我跟你讲吼，恁有勇气，举手，我要直接冲南天门。直接就上去了，好大！哪家切席？您做嘛？给站了一边，三眉三眼挖不出来。哦 ，OK。啊，不过厝老代志袂使哦。哎，有迄种架势。啊，若无我来讲，我都唔敢举手啊。我按算要来补修厝，补修啊。我若有在条去补修厝，补修，我就阿弥陀佛。那我有迄个心，啊，我来尽量。安尼。好哦，有这种想法上介好，但是那是吼功课吼唔爱认真修，吼常常咧搞我翘课的，迄种我会拍折啊。一年365天，若车啊我拍伤济，再见，嘿，唔勉强再见了，不见，是不见，而不是再见。伊也来，迄种袂用叫出嚟啊！伊来看到我，伊原来足歹势。伊讲师傅你好，我听你在把呼。我每天都嘛很好。我们正在若任修大事，莫乱我真心。这样讲明白不明白？明白。那明白。我们今天讲课就讲到这里。咱的手伫遮。吸气，直接冲起来到顶端。安尼，你看一届就好，看你看，安尼我就免解释。开始安尼，爱有迄个气，爱有冲到遮。安尼，开始为遮开始吸气，吸气是，遮爱捧起迄个哦，吸气。你来感觉心中有要停一下，爱身躯烧烫烫，身躯马上随烧起，这手马上烧起。咱若足紧的，你头家会戆，搁揪愈慢。吸气啦，吸。这叫冲脉，你就这里，你用骨安尼就烧啊，手嘛烧啊，啊你即马，等动工做完，要落去静坐的时阵，开始冲脉，冲好了你坐下去，要坐的时阵会记手脉用安尼，手跨这，跨这个这，来我坐下你看。等恁动工拢做完，做完，坐安尼嘛，即个咱卖用安尼，你就一只要甲放互开，手爱看遮是安怎讲，咱的手即卖气冲出去啊，即手拢烧的啊，你甲用伫即个脚头乌遮，咱的脚头乌无好的人，伫遮温热它。气灌到这里，安尼，啊，甲放好紧张。这个转播对这开始一直甲观赏了，观赏了，观赏了，迄个气拢甲观赏了，分散伫咱全身躯，迄个气拢全部通啊。肩膀所有都放轻松了，你就放空，这个甲放伫这。开始运气。
我去运气，我是吹合的，我是鼻吸鼻呼，我不鼻吸嘴呼，啊，十二点上课。吸差不多十分钟，然后全部放空。你的胸骨就吸，这个肩胛头，这个吹在这里，就是要放我轻松，就是这个，伊就会吸。你冲麦做了了后，你坐的你无想爱起来，因为伊胸骨拢从开始起拢有震动啊，伊起开始咧轮转有震动，你的身体做了，你脚袂麻。你坐咧足舒服，你根本都袂想要起来。